一觉醒来已经是凌晨4点多，正是我们菜农采摘蔬菜的时候，感受大自然的魅力。这马上又天亮了，一想到我们采摘的蔬菜中午的时候就能够到大家的餐桌上，心情还是美美的哈。看到好喜人嘛，现在丝瓜摘起来全部上面是露水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，没想到种蔬菜更辛苦。这里又可以卖到好几十块钱了。这丝瓜摘过又来摘茄子，前面一直没下雨，这些茄子完全干着了，长得好丑哦。人家都说二锅头，没想到你长得比二锅头还要丑。这随便摘点就摘一倍的，如果是好点的话，真的还是赚得到钱。就是种菜的人辛苦。今天早上的菜还是不少的，好好谢你们。